又来看到这个令人遗憾的新闻，缴不出房租，居然轻生。说他是好好的一个人，三四十岁这么年轻，血压贵了，你也扯过他了。一名33岁单亲妈妈疑似因为经济因素，带着2岁女儿轻生。社会局回应，去年有关他。今天有一个翻转人生的机会。翻转人生的机会，现在货出去，人进来，我们就要发大财了。对的，我们股债保险公司对应指数推出一份高投保的投资型保单，一天只要50元，50元。Sit down.